试图把那瓶药给抢下来，可是都没有用。他已经死了吗？还没有呢，已经给送回宝月楼了。老佛爷答应他，让他死得有尊严。人都要死了，还谈什么尊严不尊严？我去宝月楼，我去救他。我也去，我也要去。皇马赶回来没有？小镯子已经去通知了，到现在还没有消息，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最后一面了。我真该死，傅柳叔突然请皇上吃饭看戏，我就应该有所警觉，为什么要出宫呢？我真笨。尔康，你知道那个鹤顶红吃了以后还有没有救？宣太医没有？老佛爷赐死啊，谁敢宣太医？我敢，小凳子、小柜子、小顺子，马上宣太医，把所有太医全都宣进宫来，到宝月楼去，越快越好。啊！去救他，只要他还没死，就有一线希望。不管那个鹤顶红有多么毒，我们都要想办法拼命去试一试。哎，快回到老佛爷那儿，想办法缠住他，不让他到宝月楼来。嗯，好。走，我们也去宝月楼。好。